恭喜晒！咁啊，嗱，咁啊，先讲咗你得奖感受先啦，小Lenny先。大家好啊，我好紧张而家，所以我系好多谢所有人噶，多谢呢个 Yahoo 呢个平台啦，同埋多谢过去一年咧肯尝试听我嘅歌嘅人。啊，我好中意佢第一句多谢啊，所有人。好啦，到你啦，王燕。都即系多谢所有人嘅，我觉得真系好重要，同埋要多谢公司嘅，即系其实今年系有好多唔同嘅突破啊喺音乐上面，咁所以多谢公司 Sony Music， 同埋多谢所有支持我嘅朋友去俾我去咁样去尝试咯。嗯，咁啊好啦，咁啊2020年咧新常态啦，咁如果要你两个啊写首歌俾2020年里边嘅一件事，又或者一个物件又得，一个事态又得，咁你哋会写俾边个咧？我谂我会写一首歌叫 Let's Beano， 因为好挂住打边炉。哦 ，Let's Beano 系啦，好似着到条肥牛咁，食咗啲海鲜，就系因为好挂住同朋友相聚嘅日子。好中意边炉喎，你真系系啊 ，hot pot 阿 Ken 咁啊最开心啦，都好、啊、都好诶呢、這个 good 啦吓，好咁啊你啦。咁啊，咁我不如写首 Let's Travel 啊，因为今年真系冇得去旅行，所以我今日着咗花花裙啊。我想去捉花啊！捉花，捉花！原来你两个都系着住咗自己心里边想要追求嘅事喎，吓！即系净系听佢哋讲都开心啦，期待住呢两首歌嘅出路。不过喺呢一刻咧，就听住佢哋嘅旧歌先啦。余情无谓再讲，讲多有更尴尬的对望。谁是对，谁是错，定还是对，仍是错，通通都不讲。人人投入说谎，编一个更讽刺的盼望。迷惑你，迷惑我，定迷惑众人，是我今天不想讲。一伸手来验证我，一亲嘴全力攻破，扭转恶劣命运，不妒忌恨，咬着疑问，正抱紧我。假天真回味上瘾，一手撕开全部封印，一吻你就得身，不用遗憾，继续行近，我就会令你。期待错，定期待有人道破，今天不想讲。